победа будет за нами. American president, Mr. Donald Trump. China.在大规模歧视抗议之后呢，美国众议院同时通过了一个叫做反对歧视犹太人法案，在全美呢现在已经高票通过了，是民主党跟共和党所谓合作的结晶啊。一般情况下两党呢对于很多关键的议题都是大吵特吵，但是这次要意识到全美所谓盛行的反犹太风潮的时候呢，两党啊是300多票对好像90多票吧，众议院现在已经高票通过，然后是参议院啊，这个法案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很多美国人的大名鼎鼎的民权机构认为是完全剥夺美国的自由言论权呢？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法案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会跟他讲啊，这是什么犹太人之类的，其实呢里面的问题啊要比这复杂的多。第一个呢就是民主党，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一个议员在国会的时候啊，这是简直都要哭出来的，说啊犹太人惨啊，非常感谢的这共和党的同事。哎，比较少见啊，一般情况我们认为说民主党应该要骂共和党的，哎，但是在这种时候呢，两党都能合作的时候，亲密无间，那这是朋友了。共和党现在来说啊，我们要一定要想到二战的时候希特勒，一定要想到犹太人怎么怎么遭遇了大屠杀。民主党上来说呢，在现在美国大学如野火一般肆虐的反犹太主义的大环境下，出台这样的意识到全美有反犹太风潮的盛行法案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那个法案的原文，直接从他们国会扒下来的，说意识到现在美国的 K-12 基础教育啊，大学和学院，因为有的是文理学院之类的，不管自己叫 university 啊，叫大学叫 college， 都有非常盛行 under rise的反犹主义啊 impacting Jewish students， 影响到了犹太的学生，这个是由头。由头为什么重要？无论是民主党议员还是共和党议员啊，前面说一大堆啊，希特勒什么屠杀犹太人，重要的由头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法案？因为现在所谓的大学发现了野火般肆虐的反犹太主义，影响到了犹太人学生啊。犹太人学生到底是不是自己这么认为呢？因为一定要把复国主义跟犹太人分开，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巴以问题的时候多次强调以民族作为衡量的标准标尺，一说就是犹太人怎么怎么样，二说就犹太人怎么怎么样，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非常鲁莽的，甚至说无知一种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里也有那些反对复国主义的，甚至反对以色列存在的啊，大拉比正统犹太人当街抗议，举着大标牌，我们不支持复国主义，我们支持巴勒斯坦，被 IDF 在街上痛打，打了他不是戴个高帽子吗，帽子全都落在地上啊，一片狼藉，多的是这样的内容，多的是正统犹太人的拉比，还不是一般正统犹太人，拉比啊是要经过考试啊，研究宗教经典塔纳赫，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啊。此次在 UCLA 和哥大两个抗议的中心学校，也有大批的犹太学生是参加了占领活动，站在了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的一边的。所以光用啊犹太人怎么，一定要去细分这里面的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否则一，这是不尊重事实的表现，这不是实事求是。第二呢，会误伤很多是正义的犹太人。第三个呢，因为提出犹太人怎么样，作为一个非常简单轻易的鲁莽的标尺，可能会助长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的盛行，是谁都不希望看见。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法案啊。之前已经推过多次，在董王当总统的时候呢，批示过说我们意识到美国现在有一个反犹的浪潮了。什么叫反犹？定义是最重要的。怎么去定义反犹呢？这是这个法案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权团体认为这个法案要真的成，美国没有自由言论了。问题就在谁去定义上。我们看到啊，红色的箭头指出这个组织呢叫做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IHIA， 叫 IRA， 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来定义什么叫做反犹。大家没听错，美国众议院现在过这个法案，法案里面居然没有写美国人认为什么是反犹，我说美国政府都没有明确自己认为什么是反犹，明确的说反犹是犯法的，反犹我们要追究，但是什么叫反犹呢？给了这个组织叫做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这个组织他们认为什么是反犹，什么就是反犹，而且底下写的啊，对，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法案啊，他认为什么是反犹，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来执行，谁这是犯罪，这个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啊，完全创造历史的一个行为。由这个我们还没讲它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动态的来定义什么叫反犹，美国政府就根据这个组织动态的可以更新的定义随意的去抓人和判决了。左传里面有一句名言是经常被法律界专业人士引用，叫做行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也就是说我如果对这个法律非常模糊，你都不知道我的法律是什么，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想怎么搞
想多大程度全都啊称呼一念，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对此我们看见澎湃新闻发表锐评，这种权力的腐化滥用呢，后果不堪设想。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了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刑罚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那么这样的法案由一个组织说是什么是反犹，美国政府就定义什么是反犹，什么是犯罪了，完全就是行不可知，微不可测。所有人从这个法案过了开始，讲所有话，发表所有言论，出版任何不光是报纸、杂志、刊物、书籍、影视创作，以及引申出去的是思想和观念，完全就可以由这个组织想怎么去约束，就借由美国政府的手怎么去约束了啊！这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啊！那讲到这里，这个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呢？你可能会以为说啊，美国政府听了你这个组织想怎么定义怎么定义，你这个组织一定是美国政府控制的组织吧？还真不至于啊！这个组织呢，如果我们打开了官网能看到，这个组织呢，声称是起码有35个国家现在已经加入了啊，这是一个联盟嘛。然后红光圈出来的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五眼国家嘛，还有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这样的北欧所谓人权国家，再加上瑞士这样所谓的中立国，什么波兰啊，什么荷兰啊，大概这个35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代表着什么样的方向啊，一目了然。没有看到这谁广泛全球南方国家啊，基本上都没看见。太平洋小岛国也好，整个非洲大陆上那些国家， ICJ 海牙国际法庭起诉以色列说是种族灭绝的南非有没有，也没见到。什么印度也没见到，日本甚至自认为应当充当美国第六眼的日本、韩国有没有见到，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它是纪念国际的大屠杀吗？还是只纪念某些大屠杀呢？从它主页上参加的35个国家，我们就能发现端倪了。端倪之二呢，是既然啊，美国政府说，他说什么是反犹就什么是反犹，那么这个组织到底说什么是反犹呢？我们打开他对反犹的定义啊，比较明确的一个点是，如果我们搜索 Israel 以色列，那么能在他定义的有大概十几项啊，反犹的属于反犹的，发现大量的关于以色列的反犹的定义，这个直接我们是从他官网上，你去搜你也能搜到这个。我们直接搜索以色列啊，黄的全都是关于以色列的。如果他是一个他自己给自己的身份是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啊，那么认为说不要大屠杀再来一次，针对犹太人，那你就针对犹太人嘛。但我们一搜以色列，全是以色列啊，花样繁出，各种对于以色列呢作为一个国家啊，他这个影响国家这个存在的，批评以色列政府的，认为对以色列政府居然不效忠的犹太人呢啊，认为犹太人没有自决权，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想干嘛的，而且呢使用一些啊专门列出来，比方说犹太人杀死了基督，类似这样的经典的反犹主义啊施加于以色列或者以色列人的，或者将当下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跟纳粹作比的等等等等，都属于该组织认为的明确反犹的定义，也就直接属于美国政府的打击目标。而且我提醒各位注意，这个定义是动态的，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授予了这个组织，你想怎么改想怎么定义，你认为什么是反犹吧，我们就负责打击这个组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明天就可能变，一言表可以发现的就是打着保护犹太人的旗号，但是内容大部分是保护以色列和以色列政府。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美国的相当多的民权机构，大的那些当然要表示他们的看法，很多表示了非常直接的尖锐的不满，比如 ACLU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出了起码两点，就认为这个法案如果成为法律的话，会限制任何对于以色列政府公正的批评，不让批评了，你说任何以色列政府不好，那直接就是反犹，直接就是犯罪，要抓起来，这叫什么自由言论呢？还有第二个方面啊，就是实行方面，当初去定什么叫做反犹，管这个定义的一个人呢，就已经说了啊，也不要在学校里面，特别是高等院校，在大学里面把这样的定义就完全的去施加，认为在起码高等院校还是要保留一些能够自由讨论的啊学术空间的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因为要实行这个法案了，所以有了明确的学校接受了一些比方说游说团体的资助啊，把一些巴勒斯坦的什么诗人啊艺术家来做学术研讨会都拒绝人家的进入了。所以认为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成法律的话呢，你不是说啊、你现在只是什么不让聊，而是所有跟以色列有冲突的甚至说敌对的势力方，都不说国家，势力方他们的个人都会被直接禁止进入美国有这样的学术交流，那等于直接这些人不许来了。确实啊，一个是法律上，那你还叫自由言论吗？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执行肯定是过正的，等于所有这些跟以色列政府不对付的人是
物内容全都要面临被封杀、被直接剿灭的危险。那么持同样观点并在一线表达不满的就有达特茅斯，非常著名的，之前还专门当过叫犹太人研究的这位教授啊，叫做 Orlak 教授，他呢被逮捕了之后呢接受采访说，没有想到啊，原来想的这个法案还会怎么着，可能真的对保护犹太人有点益处的，但是呢他真的去抗议的时候发现这个警察执行完全不是这么执行的，一方面呢有警察暴力，一方面呢已经看到这个法案完全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起到真实的效果。那么根据 OIT 采访，他冲向警察说啊，离我们学生远点，他们是学生，他们不是罪犯。然后呢下一件事他知道的就是他被警察哗就是摔到地上了。65岁的一个老人呢，还是之前犹太人研究的主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美国警察是怎么摔的。同样细节两个啊，他冲向警察就是手指出来，那没有攻击性的这个行为，警察直接一把抓住，然后有一个推的动作把他推倒在地，老年人了，还是这个体型不是那种身材很健硕的啊，推他的还是一个看上去像生理男性的健壮的美国警察，这样推一下他一个这样姿势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骨折啊。那第二个人家还是犹太人研究的主任说这个话，所以到底这个法案是保护犹太人呢还是保护复国主义呢，名人一看就知道啊，人家主任都这么说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众议员这么多啊，怎么全都两党全都支持了，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议员都不懂吗？一个直接的原因啊，是不是有90多票反对票吗？也不是所有议员全都支持的，反对的那些议员之前接受过一些选议员，你是要去拉票，你是要做广告，我做视频我也得考虑我这个视频怎么做下去嘛。每天大家打开波士顿圆脸频道，大家能看到最前线一线的信息，就是知道发生个事儿是吧，涉事人他到底说了什么，直接这个涉事人自己怎么表态我能告诉各位，不是看到一个人在那边讲啊，我怎么认为你怎么认为不重要，当事人到底这个事儿是怎么样重要。为什么大家能看到这么生的一线的材料，那是不是也有成本，那同样了他选议员是不是也要成本，他要雇人去帮他拉票是吧，要过广告，他要上什么通告，上节目发表演讲，是不是全要钱，谁给钱。我们是很少讨论钱的问题的，但是钱从哪里来，避不开的，钱大量的从以色列的游说团体来。所以说呢，之前有拿了游说团体选上议员的，现在呢由于没有支持，不是反对啊，没有支持，所以呢游说团体直接撤资了，而且呼吁别人也撤资。因为他是是吧，他有一个团体又不是他个人，因为美国法律有规定啊，说你这个政治现金有的是有限的，那一个人最多给多少，那你还不是得你一个人只能给这么多，他是一个团体，他是不是呼吁啊大家都去给他钱，那所以他这样一个游说团体呢，不是代表他一个个体，他是代表一个群体的意志，呼吁一个人不给，关键的少数啊，达富翁也可以呼一个群体都不要给，议员没有钱怎么活，钱给的太多了。好，那么过这个法案有没有说的这么夸张，已经有两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啊，已经现实中发生了。一个是我们回去看这个定义里面啊，倒数第三个认为是反犹的，所谓犹太人杀死了耶稣等等啊，这个是反犹。圣经是不是反犹？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啊，由于他现在已经说这个反犹了，而且我已经知道有频道已经因为陈述了圣经里面的叙述，频道直接被封禁了，所以我这里不能说，只能说圣经里面对这个是有一些表述的。那么如果该组织认为说任何关于耶稣的死跟犹太人相关的这个事情是反犹的话，那么圣经是不是反犹了，这是一个美国国本级的问题，可能是要比三权分立还要国本的多的一个问题。那么圣经是不是反犹了？第三个呢是碰瓷或者反串啊，听说啊这个是反犹是吧，诶他就假装自己被伤害了不就行吗？看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呢是说啊这个人捅了自己很多刀啊，他说是别人捅的，二是仇视犹太人是反犹，最终证明是他自己捅了自己，然后说是别人在反犹捅了他。这样的事情之前是发生实锤啊。那么还有的呢，这回在各大美国大学呢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那么已经知道学校说了啊，不予任何针对犹太人种族言论啊，人家支持巴勒斯坦学生没说什么极端言论。对，第一个啊，我们看啊，在波士顿一个东北大学，然后这个大学呢就有支持以色列的人站在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群里高喊说啊杀犹太人了杀犹太人了。好，
学校一听有人喊这样的极端口号，整个全部逮捕了100多人呢、啊，全部都逮捕。这是新闻的标题啊，支持以色列的人站到抗议示威游行的学生中间大喊说杀犹太人了，然后所有人全被逮捕了。第三个啊，也是我们前天刚刚做了个视频说吧，UCLA 的抗议也是非常混乱，人群当中说啊，这是巴勒斯学生打犹太女孩打到不省人事了，拍了张照片捂着个头，然后被人啊拉着走闭着眼睛。但是啊，炒作起来，学校重拳出击，学生橡皮子弹射学生之后，布莱支持以色列学生团体这边呢，在社交媒体同样发了一个视频，也不知道出于炫耀还是什么原因，发了这个女孩的近照，看到这个头上头皮，拍出来这个头皮呢没有任何异样，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假意在帮他包扎，所以就知道了你可以随便定义什么叫反犹。哎，他来碰瓷，他来反串，他自己伤害自己或者假装自己伤害了自己，为的是让你们这些对于复国主义有任何不利的团体在美国政府的镇压下灰飞烟灭。怎么办？三个问题，不知道啊。所以说呢，像 ACLU 的这样组织呢已经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放出狠话来啊，认为美国自由言论，那如果说真的有的话，他们认为之前有啊，那么这是一个分水岭，这个法案过了就没有自由言论可言了，想干嘛就干嘛，定义什么都可以定义，由一个组织不是什么国家和政府来定义什么是反犹，直接就可以把一切全部都毁灭掉，前所未有，平生觐见啊。看完了这个视频的观众也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跟复国主义者两个定义细分了，是会很麻烦，但是不要去伤害那些善良的人，正义需要伸张，正义更需要呵护。